众所周知，资源中心是一个挑选模组的好地方，但最近暑假众多模组接连登场，小人的话也是继续来给大家盘点玩 MC 必备的免费模组。上期生存模组盘点是1月6号，已经过去好久了，最近呢点赞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点点赞吧。首先第一款意志坚定口渴值模组，在原版生存当中只有饥饿值，史蒂夫呢只需要吃东西就可以了，而且在各种环境下也感受不到温度，加入口模组之后呢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，使我们代入感更强。跑路不仅会消耗饱食度，而且还会消耗水分，在冰天雪地或者是水里会感受到寒冷，而在岩浆或者是非常热的地方待久了会中暑。随着环境的改变，有不同的温度效果，特别适合喜欢生存联机冒险的玩家。口渴了也不能够直接喝河水，会中一个脱水效果，需要拿水壶和木炭净化器合成一下就可以得到干净的水了。另外模组当中还加入了非常多生存实用的道具，比如说全新的篝火烤肉架、全新的饮料系统，喜欢生存的玩家千万不要错过了。那第二款必备免费模组大型储物袋，这是一款非常简单的模组，但功能性却非常的强大，相当于一个免费的旅行背包模组。原版当中箱子的容量并不多，而且只能够放在一个地方，不能够移动。加入这款模组之后，只需要在生存模式下用羊毛、线还有皮革，就可以合成这个储物袋，长按即可开启，容量非常大，里面可以存放非常多的东西，而且放在物品栏里面也只占用一格背包，特别适合那些不喜欢建房子、喜欢在外冒险的浪客玩家们。那问题来了，士兵前的你会在生存模式下建房子吗？会建的扣一，不会建的扣二。我想很多人都是应该直接征用村民家的房子吧？这说的该不会就是视频前的你吧？好，下一款生存必备模组仿 PC 经典状态栏，这是一款美化类型的模组，同样非常适合生存党。这里可能就有很多人要说了，这个物品栏都把它挡住了，这一点都不实用啊！哎，不要着急，只需要长按模组当中的状态栏，就可以随意拖动更改它的位置，把血量值、饥饿值、盔甲值、氧气值全部都给优化了，变成一个长条形态，看起来也更加的简洁，而且在旁边还会有一个数字，精确显示数值，状态全部可视化，尤其是在水里面，氧气值会有一个倒数，代入感非常强。虽然很简单，但是在生存模式下同样非常实用。这种简洁大方的 UI 真的很好看。好，下一款群系高亮显示，这款模组呢只有130K， 一点都不占用内存，低配档福音啊，适合搭配上各种生存模组，比如说金变等。加入模组之后，你每到达一个全新的群系，屏幕上都会有高亮显示，比如森林、河流、针叶林等。这款呢也是电脑加入版很多整合包里面带有的模组，喜欢生存探险的玩家一定要加上它。那下一款4D 原版武器美化，喜欢生存冒险的玩家打怪是很常见的事吧？加入这款模组之后呢，会把武器变得更加好看、更加立体，优化了各种武器的外观，看起来更加的霸气，而且还支持附魔。如果你是一个经常打怪的玩家，加入这款武器美化模组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希望这期视频可以帮到那些喜欢生存的玩家，我也不奢求什么，只想要一个免费的点赞，谢谢大家。